喜欢的人吗？有。敢不敢给他打电话表白一下？他都不理我，我让你看聊天记录你就知道了，我都不敢表白。看一下。说件事。什么事？很重要的事情，和咱俩有关系的。你站稳了。好啊，我喜欢你。啥？我喜欢你。我能不录了吗？为什么？我要去。打电话表白，看他什么反应，可以吗？他应该不会接我电话吧？我试一下。行。喂，在干嘛？在家呢。我们认识三年了，我今天要跟你说个事儿，我是认真的，你听好了。嗯，我喜欢你。你没喝酒吧？没喝酒。我喜欢你，你同意吗？你在哪？在银泰广场这边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来找你。他来了。喂，在哪？我在广场正中央。哦，食堂吗？食堂后面。嗯，你同意做我男朋友了是吗？不，嫁给我吧。好。此时已因为早晨爱的人生在路上，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不上，穿越人海只为与你。 Next。 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那跟喜欢的人打电话表白，看他什么反应，可以吧？我有点害怕。那你想不想有个男朋友？想啊。那你想不想有人接你上下班？想啊。那你想不想吃饭有人买单？肯定想啊。那怎么办？打电话表白，来吧。喂喂，咋？我喜欢你。啊？怎么突然间说喜欢我呢？我一直都喜欢你，你就说喜不喜欢我？我肯定喜欢你啊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那我从今天开始追你好吧？不用追，我同意了。那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呢？嗯，什么都不用做。你现在在哪儿？我在租的房子这儿。那我一会儿去找你吧。好，那我等你。好。感觉怎么样？轻松拿下。Nice。 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向他表白。
次的字是什么？代表了你现在的真实状态。喂，喂，你在干嘛呢？还能干嘛？下班呗。嗯，有个事我想和你说一下。嗯，你请说。就是通过上次我们一起去旅游，我感觉你对我特别的照顾，而且对我特别特别的细心。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随口提了一句我喜欢吃巧克力蛋糕，你大晚上居然跑了好远给我买，那一刻我真的感觉好暖呀。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喜欢你。真的假的？你说你喜欢我？嗯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还不能和你在一起。为什么？是你不喜欢我吗？那你之前干嘛要对我这么好呀？我不是不喜欢你，是因为我现在没有钱，有些东西我给不了你，懂吗？你觉得我会在乎这些吗？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到现在还不清楚吗？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喜欢的男孩子敢不敢打个电话给他告白？快让我尝试一下，感觉我的爱情要来了。行。喂。여보세요카카。我刚想给你打电话呢，天冷了，疫情那么严重，叔叔阿姨也不在家，就别出门买菜了。我买好了东西去你家给你做饭，你在家等我哈。啊，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跟你说两句。你说，我听着呢。你知道什么叫意外吗？就是我从没想过会遇见你，但我遇见了。你不经意间的承诺却说到做到了。我比较喜欢生活的仪式感，你也总能带给我惊喜，陪我吵，陪我闹，陪我安静，陪我笑。生人不敢开口，熟人不好下手。喜欢你七年了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吗？好啊，转正的机会，让我把你娶回家呗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变得更加富裕。等有车有房了，我再考虑嫁不嫁给你。车房我都有，只缺一个宝贝儿。臭流氓！那我等你回家，路上注意安全。Nice。男女之间有没有纯洁的友谊？有啊，我身边就有一个挺好的异性朋友的。那打电话给你异性朋友表白，看他什么反应可以吗？可以，我试试吧。叮叮叮。喂，喂，阿青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加班呢，怎么了？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听清楚了。嗯？什么事啊？听你这语气，是不是发工资要请我吃饭呀？发什么工资啊？你认真听清楚就行了。行，你说吧，好听着呢。阿庆，我那个，今天说话怎么这么奇怪？怎么吞吞吐吐啊？咋了到底？我想说，我喜欢你。你说什么东西？我没听清。我刚刚不跟你说了吗？你认真听清楚，就几个字你都听不清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那我真没听清楚，你也不能怪我呀。你这不是明摆的占我便宜吗？算了，我不说了。哎，拜托，求求你了，再说一遍吧，行不行？我说阿庆，我喜欢你。那你现在认真听好了，从和你认识的时候，到后来我也慢慢喜欢上了你，我也没有开口和你说过。你说的这些真的假的呀？我怎么不相信呢？之前都没告诉过我。之前你不是一直在谈恋爱吗？我哪好意思去开这个口？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的喜欢着你。咦，我现在还有点半信半疑，有点不太相信会有那么巧的事情。不相信？那你现在在哪呀？我去当面告诉你。
看我到底是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你。我现在在外面准备回家呢，那我就在家等着你吧。哇哦！好，你等我，我现在马上过去，一会儿见。好，一会儿见。Next， 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有。打电话给他表白，看他啥反应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试一下。喂。喂。哎。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我喜欢你。听见吗？真的。我想跟你结婚了。你别听说了。别别乐，我说实话，我一直就观察着你，你这段时间一直就暗中求过，我还寻思是我自作多情嘞，没想到你真正有想法，说实话，我一直拿你是朋友，你就别想了，行吗？如果说你要是用平常心对我，你退下吧，退下吧，你可以退下了，太多有幻想，你退下吧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。Next。啊，怎么了？嗯，你是不是没找到女朋友呀？对呀。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呗。嗯，可以啊。嗯，我把我自己介绍给你吧。不是吧，你是不是捂着肚子白开水喝多了呀？我说认真的。确定？确定。那好，那我买明天的火车票去找你。嗯，那你工作怎么办？工作从今天开始，照顾你就是我的工作。如果这就是爱情，我都知道，只要真心贴真心就能遇。 Next， 你男女之间有纯纯的友谊吗？我相信。那你可以给你最好的异性朋友打个电话表白，看看他有什么反应吗？我得找一下。啊，喂，在吗？在吗？我有个事情，我有个事情跟你讲一下。是吧？啊，那个，其实我喜欢你。你知道，我这句话等了多久？我跟你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很喜欢你。你现在在哪？我在五月。那我现在可以去找你吗？啊，可以啊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。啊，拜。